精英杯星期日在旺角大球场上演 B 组赛事，由赛前位居榜首的佳联元朗对小组只赢过一场的富力 RNF。富力上场以0-1惨负愉园，今场对联赛排榜尾的元朗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抢分机会了。五分钟迪布利杀入禁区回后，后上的麦富成半传半射，基奥云尼入射，差一步就成功督入。14分钟基奥云尼接应长传一控一射，动作分就攞晒了，但射门准成就差啲，被黄子豪挡出底线。19分钟祖连奴禁区顶突然起脚，但是散中了梁洛恒，未能威胁到谢家荣。富力上半场一直主导战局，去到26分钟他们终于打开纪录了。法比奥因为这脚孤寒波被迪布利在个波出界之前捞到，再传给基奥云尼一射入网，富力领先1-0。落后的元朗之后都创造了几个具威胁攻势，其中包括34分钟这下米基尔右路长传给后上的祖连奴，他力压林燕廷之下顶高了。打到41分钟富力再次找到入波机会，白鹤角球开出，后处的梁洛恒一顶入网，富力带着两球领先优势翻入更衣室。换边之后富力很快就再下一城，麦富成趁着反击长推直进，推到右路禁区顶位置起脚，个波直飞死角入网，富力47分钟赢到3-0。富力拉开比分之后节奏放缓，他们还在61分钟以袁振声入替迪布利，但是很不幸啊，阿声入来没多久就因为这下碰撞受伤，之后甚至需要退下火线，由李安高入替。怎知这位巴西前锋啊，入了来只是2分钟就入球了，他接应长传连过几名元朗守卫，扭埋龙门先射入，帮富力扩大领先优势到4-0。落后的元朗在尾段未有放弃，75分钟祖连奴接应米基尔传中，吸一下再射，不过都是射不入。富力去到88分钟再有入球，基奥云尼接应林燕廷长传，扭过梁伟峰，再过埋黄子豪射入空门，为富力锦上添花。保时阶段元朗成功破蛋，米基尔压入禁区抽入中间，富力守卫解围期间不小心将个波撞了入网，元朗追成较接近比数到了完场。结果富力 RNF 凭基奥云尼梅开二度和梁洛恒、麦富成、利安高的入波，以5-1大胜阶段元朗，并拿到3分，将同榜首的差距收窄到1分。东网体育报道。